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您看到的是中国台语《东方神韵杯》中国争霸赛第一组第一轮第一批抽签的第六项，强队的双方十一号游来自台江县刘主张老李，十九号游来自甘赞县卡拉村刘主吴明飞。这头牛是甘赞的一头后起之秀牛王，它的名字叫独狼。在甘赞两米二以下、六牙以下呢，几乎没有对手。今天来到我们台里的白虎呢，志在夺魁。那到底能不能夺魁呢？我们拭目以待。今天的对手很多，而且呢强手很多。下一项所准备的是第七架，由云南桂巷的二号牛迎战刘强老辣的五号牛，有请二号和五号进入预备频道做好准备。起来一甲，底气甲，上瓦镇北的是底气甲，玉纳鬼强的哎好，鬼又唱，老大的母好，底霸甲玉纳高中的是哎好，鬼弄不知的意思三，底九甲是看的看到，古叶松的路好，鬼玉纳路西，切老三的哎是路好。第四甲是丹仔，看了幺龙一号，一届一季康的九号，对他的显示桃花那老师的一十六号，第四一甲是切记得入吉乐福十号六，对他的周期，他也表 S 一号。第四来讲，看你周期，你家等的李天星八号对东玉陈学红的一十七号，第四三讲是易纳陆小凤的一十五对鬼样内方的 S 号，七六周做好入场的准备。赖侯爷还没有保证编号，那么请你注意了，我们这一次六万分八三海报反复比赛是二点开始，两点钟切实保密，超过两点钟现在已经是三点钟来了，接近三点了，也就是说不再保密编号。那么明天我们安排的牛蛙在马山呢，是谁的夜里不写胸闻念一下快是不破爱念一下，夜里不写的注定有注呢，明天也必须在九点钟到十一点板之线，那就早上保密编号。四眼爹真是谨慎比赛，两点钟切实保密编号。六六参赛的请留住时间掌握和时间。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看到台江的十一号依靠强大的体力向甘赞的十九号发起猛攻，但是甘赞的十九号牛毫不畏惧，抖擞精神，
陈卓义战，现在双方打得飞沙走石，杀得天昏地暗，观众朋友们掌声鼓励。大家看斗牛的时候，一定要和我们主持人形成默契，我们共同配合，把斗牛场上的气氛搞得红红火火，让街上上街的人不安心上街，让单位上班的人不安心上班，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同时，我们把气氛搞得热烈一点，我们的斗牛呢，通过网络直播，全国各地都能看到。好，时间到了，拉表。